Hello，大家好，我是阿鬼。哦，今天是11月17号，那很刚好的是阿鬼的生日。是的，我又要老一岁了，已经不是过了那种已经过了那个生日会很开心的年纪，就是啊又老一岁的感觉啦。那其实今天最主要的是要感谢大家呢。因为阿鬼的小小的部落格频道呢，终于有超过4000人次的订阅了。那非常感谢大家，曾经看过我的影片的朋友，还有愿意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在生日的时候给我这样的礼物，非常感谢大家。那今天呢，其实看画面就知道今天是要来摸摸拍拍跟喂喂神奇宝贝 XY。 那其实是想做4000回馈，但是其实我没有什么好回馈给大家的，那想说我们就来摸摸神奇宝贝们好了。好啦，那么我们就直接这次学怪应该这次不会反光到阿鬼的奇怪的脸还有鼻孔之类的。好啦，那我们今天要来摸摸皮卡丘。皮卡丘超可爱的哦，我把音量调大声一点。哦，这样可以吗？皮卡丘。皮卡丘。很超可爱的，有没有？超可爱的。皮卡。好，你可以摸它。他就很开心的感觉，然后他不喜欢摸手这边，然后他喜欢摸这边，然后表情就很开心了。鼻，那他是不是想睡了？看，你可以摸他尾巴哦。鼻，那我们可以喂他吃东西。晃来晃去好可爱，我们来喂它吃那个树果，一下一点。那可以请它吃有一个樱桃的。米咖，它应该很喜欢吃那个。好，那我们再来喂。吃不到。米咖。哎呦，吃不到啊。米咖。哎，被吃到！哦，好厉害，这样也可以吃得到。想睡了吗？好可爱。吃不到！这样是不是很坏啊？它虽然有吃，可是好像不会减少。感觉好坏哦，那如果你放开的话，那就掉下来了。皮卡，超可爱的。那如果你在画面上点一个地方，它就看着那个地方。不小心摸到它，它有时候会跟你拍手，那可以拍手。那他们还有一个小游戏，可以玩小游戏。但是敲到手机了。还有一个，这个是点树果的小游戏，这个是最难的难度。米干净，他那个小游戏呢，就是用来取得一些食物，取得那个神奇宝贝吃的食物，然后下面的神奇宝贝啊，就是会看你队伍里面有放谁，故讲话，没有在看有没有，就可以得到一个那个树果蛋糕吧，树果蛋糕之类的。
超可爱啊，那各种神奇宝贝都可以摸摸，那可以换一只摸，我们先换别只。哦，皮卡丘管哪一代都很可爱。那我们就是可以领，有一些路过的朋友们会送我们一些小礼物，像是树果蛋糕啊，或是一些摆饰品。那后面那些空间都可以自己摆设。那我们来换一只，现在我们要摸的是，比较不是很正常的，也不是，就是。因为它可以摸摸嘛，那这次摸的是牛，大奶罐，那牛喜欢摸的地方，通常都是乳房的部分，很学术性的乳房的部分，就是要按摩一下它，它才会产出牛奶，对对对，就是这样。那他摸摸这边比较开心，有没有？然后抖来抖去，好像是很健康的摸摸，一直晃来晃去。好，那么有一些神奇宝贝摸起来就是会特别的邪恶。看一下，我这边还好，我这边没有特别的。你说摸，迷唇姐啊，你知道迷唇姐就是前面会有两颗那个铠甲的部分，有没有？可以去看看图鉴，那就是要小心，不要乱摸，会变不能播的画面。然后这只是。这些狗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敲一下，敲它，敲它怎么也开心呢、啊？它一定是 N 对不对？敲它也会很开心。那还有摸那个谁，摸怪力，你知道怪力就是我没有换人，你知道怪力就是下面有一包。然后怪力就穿内裤嘛，穿三角内裤，然后它下面就会有一大包，然后就是会有人就是会去摸一下，啊，就是再配上他很开心的表情，就会很好笑，不良蛙敲到他，这次表情也很好笑，那表情渐渐的，然后就很呆啊。然后高兴的时候又有点害羞的感觉。那吃东西呢？有点在偷笑的感觉。那表情真的超好笑的，很可爱。然后现在神奇宝贝五六百只啊，然后就是各种每只摸起来都有好玩的地方。还有卡比兽，还有卡比兽，肥肥的。然后有一些神奇宝贝还不会让你摸。等一下，这画面塞不下的意思吗？然后它画面已经延伸到上面去了，你看。然后它的头在上面的萤幕，但其实一般神奇宝贝都只有下萤幕就可以塞满所有的。所以我现在只能摸它的脚，只能摸它的脚，然后摸它肚皮，摸它，胯下嘛，我摸不到，不能摸它的头，摸不到它的头，我看一下它的表情，摸脚的部分，不是很喜欢，摸肚子。不是很喜欢，皱眉头，不晓得要摸它哪里，超肥的，你看，肥嘟嘟卡比兽，超可爱的啊。好，那它其实还有一个特殊的应该是只有几只特殊神奇宝贝会有特殊的动作，像刚刚的皮卡丘啊，
如果你摸比嘎，比嘎丘，你摸它，摸它脸颊的话，你就会被电，你的手就会被电。比嘎，比卡丘真是表情特别多，然后特效又特别多的一个特别神奇宝贝。毕竟它是小智大概旅行十几年的好伙伴嘛，所以总是会为它特别的照顾啦。哦，超可爱的啦，皮卡丘根本就是为了摸摸而生的嘛，超可爱。你吃，吃不到。那么最后。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啦，感谢大家所有订阅或看过阿鬼的影片的所有朋友们，那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后我也会努力，就是希望我的所做的影片能让大家开心，或是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啦。那也希望大家能继续收看下去喽。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喽，皮卡丘跟大家说再见吧，跟大家说再见吧，跟大家说再见啦，皮卡丘，摸好久，越摸越久，好啦，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喽，感谢大家的收看喽，皮卡皮卡。